所以如果要我叫做回顾翻第一点啊，即系俾我知道嘅呢个信息内容咧，其实就俾我知道就系、是、原来神要我理解就系按住神嘅预知，按住神嘅预定，神预咗锡安咧系佢所设计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部分，因为所有而家我哋讲嘅 number 咧，唔系话我哋讲呢个信息之后先至有出现。是根本我创世之先就已经有这些 number， 已经有这些的预设了，在天上的星啊，在地上的 size 啊，地球啊，拉线的距离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原来当件事发生的时候呢，是神亲自带领我们去看见里面当中的关系。所以第一个的叫做提观，使我对现实，对于我们教会的处境呢，就理解了原来在神所预设当中，我们构成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这个是我第一个对于现实的一个更加如梦似幻的一个的理解。而第二点呢，导致我醍醐灌顶，而导致到呢我理解原来我们亦构成另一样东西。第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我关于56岁的重要的一环。因为就好像我们提到，就是当日我在56岁那日的生日的早上8:56正正是56分的时候呢，就是4794嘛， Bitcoin 的美金的价格。而这个是肯定 是根本绝对不是人为的啦，因为连个分钟都可以这么准确，是不是？而8这个 number 更加是啦，即是8是讲的关于时空穿梭的嘛，是不是？无限的嘛，是不是？但另外就关于比特币不是就这么完的，因为在圣经里面提过一次的比特呢，就是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嘛，比特山嘛。咁第二章第十七节咪就是2017啦，是咪？即是如果我哋睇返呢个对返上一年2017，咪直成可以话系一个咁有趣嘅 number 啦，是咪？但是问题喺嗰一节经文当中，大家我相信都睇过呢一节经文啦，即系喺我哋喺 VO 当中啦，都同大家去分享过呢一节经文啦，是咪？他说我的良人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嘛。但是问题就是在上年呢，2017年呢，是我们香港69年以来呢首次呢是连了4.8号风球或以上的风打来香港。69年跟香港真的很息息相关，当然69，因为如果说我们跟圣殿根基石相距4794英里呢，个夹角就是69度嘛，是吧？但是由1948年至到呢上年呢，我们呢是69年呢来呢再次呢连续4个暴风球呢去打来香港。我没说8跟我们息息相关的，是吧？比特币嘛，比特就是8:56嘛，是4794美金嘛，是不是 ?Bitcoin。但圣经里面所出现比特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雅歌第二章第十七节。它不单止是个时间里面的内容，就是这里所讲的凉风啦。因为其实一来就是我姓凉啦，第二我的名是英文名是风嘛。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将我们对比地四风添啦。那这个就是这灾难起头所出现的这个很特别的印证啦。但是问题是很有趣，就是这一节，就是这一节经文其实得56个字母去组成这一节经文的嘛。而这一节经文的第一粒字呢，因为它真的跟56真的很有缘，可以说。因为它第一粒字呢就是 strong number 的3117这个 number， 它原文意思就是 until the day 嘛。而这个第一个字母啊，第一个字母它加埋的数值 number 又是56的嘛。明白吗？就是56，我就是上年56岁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一节经文他讲的 until the day 的这粒字，这一节经文的这粒字就是在这一节当中讲出，直到那一日就是新郎和新妇相遇的一日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出除了第一点，我们在人类历史当中是神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神设计的角色。第二个现实在上年的56岁生日的时候，神给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我们的身份就绝对是这个辛苦。这个是跟我们的名字，跟我们自己神所给我们的 number， 和我们圣经里面所隐藏的这些秘密是有关的。而事实上呢，当这个56出现的时候，就哇好像洪水一样，即关于这个辛苦的对比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有趣的就是说，为什么我提到就是关于雪如角呢，
就是、因为我信主嗰座楼咧，其实成座楼啊，佢嗰度中间嗰度咧就系新兴五月花嘅一个酒楼嘅地方嚟嘅，所以通常我哋咧翻咗教会咁多年咧，都称为嗰间咧叫做啊去新兴五月花去翻教会啊，去新兴五月花嗰座楼上去啊咁样，通常都以嗰个做一个地标去纪念噶嘛吓。咁、啊、但系如我所讲，嗰度就系我信仰嘅开始嚟嘅。但系问题咧，美国佢自己开始就系五月花好嘛。所以五十六呢个现实导致咧，我理解到就系关于新妇嘅身份，因为事实上我唔开始信主，我点可能成为基督徒啊？点可能建立教会啊？点可能有机会成为神嘅新妇啦？但系问题新兴五月花咧，就系将好有趣啦，唔单止讲出呢一个我信仰开始，美国嘅五月花号咧，就如我所讲咧，佢喺树如角落楼嘅地方咧，就系、是、距离圣殿根基石4794海里啊嘛。佢嗰个角度就系56度啊嘛，而并且如果你睇翻咧，所有嘢都好明显系有意嘅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呢一个嘅树如角出行呢一个嘅船咧，英国出发嘅时候咧，其实系得65人啫嘛，又系5:6喎，吓5:6同埋6:5，因为我哋知道镜面倒置常常都系神俾我哋嘅一个好有趣嘅提示噶嘛，即系就好似我所讲69同96一样。咁而新兴五月花咧，就是跟这个65有关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在香港的这一座新兴月花起的这一座楼呢，就是1965年去起的。但这个这样的对比强调了什么？就跟之前不同了，就是在人类历史当中，在整个神的创造当中，因为神用了地球的49:4对比嘛，我们在历史当中的重要价值，但现在这里是讲到关于我们是辛苦和神之间的关系嗰、那个价值。而五十六仲要系指定咗系个时间添，因为如我所讲啦，就喺呢个雅歌书第二章第17节嗰度系强调咗 until the day， 就是直至到嗰日咁解啊嘛。所以第二个让我理解嘅另类现实咧，就系、是、关于而家我哋行到呢一步嘅时候咧，神用呢个方法印证，仲要特别针对咧，用呢一个以日子嘅方式咧去印证。去針對咧，我56歲嘅話咧，呢、这個係導致我理解咗過去呢一年當中咧，就係、是、神去等候呢個成長，等候呢一個嘅建立，終於去到嘅呢一年啦。咁而事實上，當然咧，去到第三點嘅令我醍醐灌頂嘅另類現實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56咧，因為我56歲嘅時候一路踏入就係2018年啦，係咪？咁但系问题，56岁同2018年咧，就更加俾我理解咗关于圣殿嘅建造同埋圣殿嘅 complete 啦。诚心唱歌，情奉真心真意献祷告，渴望灵魂神力在计划里征傲，心中托知。神愿将千古奥秘大事预告，在结中世代里千载历数，朝憧憬牵引我达到。来到圣所献尘祷告，寻求上帝永恒引导，朝着圣所走进万子里，心中战惊预报。来到圣所我诚意求告，期望奉献生命作回报，持续至终紧贴主脚，中到绝奇怒，心中苦望